感谢这位大岳楚青大哥的帖子。他说呀，俄罗斯的教育部长称啊，特别军事行动的内容将纳入新版的高中教科书，使学生们认识到基辅的残暴、西方的阴谋和俄军的正义。大家都惊叹，哦，原来正确的民族集体记忆就是这么塑造的。历史啊，竟然可以敢这么写。所谓的虚无历史主义就是这个东西，胡编乱造。评论：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，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。他们继承了列宁了，似曾相识啊，同样的配方，同样的味道。这是让人感。